店里的家常豆腐，十个人九个人在家做不好吧？饭店里面卖一盘挺贵吧？今天我教你家常做法。哼哼啥？你哼哼？和尚文孝子多，你天天的竟然给我俩装大哥，我想跟你装大爷能行啊？还十个八个的，你比我岁都大，我不长手就会。手，那你来一个吧，来，我不来，你来吧，我不会，你不会，你没长手啊？我困了，别我脑疼，快点的，你插着把火的。首先准备一块豆腐，看着没？切两半，这不是正方形的吗？啊，正方形之后再斜刀给它切一下子，这啥了？对，这不三角的吗？三角完事儿，完了再给它顶刀切，是不是大片的？啊，这片的吗？哎，啊，切豆腐，哎呀，切匀一点，别切太薄，太薄到时候你整不好整了啊。啊 啊，这边也是一样的啊。嗯，你插着把火的。哎呀，嗯，好，全部切好备用啊。嗯，配料切点啥呀？切点辣椒。一般的配料表，这个配料都是这样式的啊，红绿辣椒啊，啊，直接改套切成块啊，切成三角形啊。啊，看出来，这是三角形不？三角，三角形，三角。哎，都给它切成三角，你得注意细节。啊，这边一刀，那边一下。哎，好，这小红辣椒搭配颜色的，家里边没有的可以不放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够用，搭配点颜色够用了啊。这啥玩意儿啊？木耳，提前泡好的木耳啊，清洗干净就行啊。嗯。再来两个洋葱，洋葱也搭配一下颜色，这玩意儿也给它改成三角形。OK。嗯，好。可以不？可以呀。哎。配料切完了之后，豆腐也准备好了，再准备点葱姜蒜。嗯，哎，重点是调个汁儿。啊，调汁儿了。哎，这个汁儿怎么调呢？看好了啊，做豆腐啊得少放点盐，要不然豆腐不爱入味儿。看到没？半勺盐。嗯，这勺白糖一勺，两勺，再来一半勺啊。嗯，这个胡椒粉提辛辣味儿的，孜然香或者花椒面是提香味儿的。哎，鸡精看到没？看着了。一勺。啊。多一点啊，味精不爱吃可以不放，我就少放半勺这就可以了啊。好，然后这个啥玩意儿啊？这是酱油，酱油放盐了之后就少放一点点，嗯，然后再来一点点的蚝油，适量干吧。哎，这就完事儿了啊。这就是这个汁儿，然后看好了，来，汁里面得加点啥呀？加点清水，豆腐一会儿得咕嘟一下子。哎，水高里之后了呢？水高里之后它勾芡用点啥呀？土豆淀粉，土豆淀粉，快一小勺就行，快多了咋的？啊，快多了，它成坨了，成坨了啊！然后呢，充分的给它搅匀搅散，颜色不够再放点啥玩意儿？老抽，少来点老抽啊！做这道菜之前呢，你准备点啥呢？准备点豆瓣酱，红油郫县豆瓣酱就可以啊。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操作了啊！好，炒好了，嗯。今天就一般做家常豆腐，饭店里面都过油。对呀，但是在家你不能过油了。你做点豆腐能过油吗？那咋整啊？费劲吗？来，把这豆腐用清水给它冲一下子，这样式的把表面这层卤水给它冲掉了。要不然不管你是煎是啥，你要不冲水，做出来咋的？发苦啊！哎，煎豆腐之前把锅给它燎热了。如果说家里边有那种那个不粘锅，你用不粘锅煎是最好的。先锅先燎热，然后你再煎鱼煎肉的时候，它咋的？不粘锅。啊啊！哎，好啊。油热了之后，不是锅热了之后，加入点啥呀？豆油。哎，油一定要给它溜热了啊、哦，溜透了。嗯。油热呗。热。刷到这种冒烟的状态，然后给它倒出来。这个油也是开的油了。哎、你可以留着下回炒菜用啊、哦。嗯。再重新加入豆油，为啥加豆油啊？煎出来豆腐颜色好看。煎豆腐虽然咱们不炸，但是煎那个豆腐的油稍微多一点。你要油太少，家里面火油温度太低了，一整就趴锅。哎呀，哎，嗯，等油热之后，马上转入小火啊，来，慢慢的下入豆腐啊，先加入一半豆腐，别整多了啊，把这豆腐给它铺开了，哎，这样式你煎的特别的匀，看着没？铺开了之后，往里边这么一下，小火慢煎，别着急啊，嗯，别煎糊了，哎，粘锅不？不粘呐，你老好了，你这么煎出豆腐，你焦黄就慢慢煎啊，别着急啊，哎，一边煎一边晃动锅，这样收出来均匀，煎出的颜色金黄漂亮，这就是家常做法，饭店的味道，全是糊、啊、哎呀，你注意细节，这工劲一面煎至金黄，看着没？给它翻过来，这边是不是煎的金黄了？嗯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再翻煎另一面，同样的方法再晃动锅就可以了啊。好，给它翻过来，这玩意儿就这么煎呢、啊，省事儿还省油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这小豆腐煎的真有食欲啊。嗯，你煎的这种状态，这豆腐你咋做都好吃的，入味儿了。豆腐你看煎薄硬之后是吧？哎呀，捞出来整挺好，分整数还省油。嗯，哎，还省事儿。
同样的方法，借着这里面的油重新煎那点剩那点豆腐，煎同样红巴的就给它捞出来就行了啊。好嘞，哎，嗯，真好啊，一点都不粘，嗯，咋整都行。好，哎，全部煎至金黄，看着没？哎呀，倒出来控控油啊。它一点油不这，煎的挺好，还省油呢。你不是省油的事儿，你要是炸的话，在家掌握不好油温，新手那一锅油炸完豆腐都黢黑，掌握不好油温。好，这是这个事儿。你这煎它不是省油吗？啊，炒菜之前锅还是给它怼热了，少加入一点凉油，加入葱姜蒜，炸出香味儿。嗯，来，加入提前准备好这啥玩意儿？料头，料头给它扒拉出香味来啊！这是炒出香味，这是重要的季节啊！香味出来了，出来了，这时候来点啥呀？花椒酒，少来一点花椒酒，烹出香味。哎呀，香味出来之后，这啥玩意儿啊？这个是啥玩意儿？这是红油豆瓣酱啊！我这个是麻辣酱，就拿这玩意代替就行啊。嗯，这里面有豆瓣酱的成分，来，少放一点点啊，别放太多了。小火扒出红油来，哎呀，出红油了之后，马上下入提前准备好这啥啊？刚好的汁儿，豆腐往里这么一搁，大约咕嘟个一分多钟啊，水有点少，再来点水。啊！哎呀，一会儿咕嘟一会儿啊，咕嘟咕嘟，哎，让它入入味儿啊。好。咕嘟一会儿，这要出锅的时候加有调料油的，少点调油；没有，直接就出锅了。啊，看这小豆腐，哎呦，正亮的真好啊！出锅，真有食欲。这小豆腐你就吃去吧，纯家常做法，哦、而且还嘎嘎好吃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真好。就这小家常豆腐你就吃去吧，老倪。这咱说你漂亮不？好啊！以后记住了啊，家常豆腐就像老弟这么做，别问谁说的，就说我说的，就是家常做法，饭店的味道。把屏幕给老弟怼过怼过。赶紧，老倪，这一盘卖你16得了。哎，一块豆腐花2.5买的，秋后一嘴算。啊，行，秋后一嘴打你。